王一博这位正在崛起的青年演员，凭借他独特的魅力和扎实的演技，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他在《无名场控之王》和《热烈》三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，使他在第37届金鸡奖上获得了18项提名。这不仅是个人演艺生涯的巅峰，更是对中国青年演员潜力与实力的有力证明。在影片《无名》中，王一博成功塑造了叶先生这一复杂角色，以深厚的表演技巧让观众体验到角色的情感波动与内心挣扎，获得了8项金鸡奖提名的认可。在《场控之王》中，他则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，展现出飞行员对天空的热爱。此外，在《热烈》中的表现更是让他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凭借真实的情感和动人的肢体语言，展现了他的演技爆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的才华并不限于演艺事业，他在时尚界树立了独特的形象，成为众多品牌的代言人，并且在音乐与体育方面也展现了不俗的实力。因此，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演绎了多样化的角色，也体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追求。未来，王一博依旧充满期待，他继续挑战自我，探索各种角色。他的努力和成就将激励更多的年轻演员勇于追梦，推动中国影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。无疑，王一博将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，让我们期待他更加辉煌的明天。